大家好，我叫薛芳芳，来自山西省吕梁市，今年25岁，毕业于山西交通学院计算机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想寻求一份广告设计类的工作。我的入职宣言是：我是烟花，如果你将我点燃，我将为你绽放最绚烂的光辉。谢谢大家。我就怕说自己是烟花的。为什么呢？就是往死了作呗。对，只能这样，对吧？只能这样啊，就是不管，反正是一架点，啪。对啊，对。芳芳以前放过多少回啊？放过3次。第一回是一段工作经历，是本地电视台的一个广告公司，就是实习嘛。嗯，实习给的工资太低，嗯，然后又加上毕业嘛，然后我就离职了。啊，第二份，电脑销售，卖电脑。对对对，总经理助理。为什么又不做了？后来主要是想，攒点经验，然后自己开店。啊，自己开店。啊，然后家里给人给我投资，开了个实体店。什么卖什么？打印机耗材维修。打印机的耗材和维修。电脑的维修。投了多少钱？10来万吧，11、12万吧。干了多长时间？到今年还在干呢。这个店做的怎么样啊？现在年收入就是除过所有的开支，差不多有7、8万的收入吧。年收入7、8万。对。雇着几个人啊？店里？就雇我一个。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要是在这找了工作了，对，那店就关门了吧？啊，不，我哥没工作，然后我把这个店啊转交给我哥。把这店转给你哥。啊，对对对。啊啊，好。那你在整个的你的这个工作经历里面，你对自己的哪方面能力特别得意，芳芳？设计吧。设计啊？怎么又出设计了？你爱好是就是设计嘛。然后你今天要找的工作是和设计有关？对对，广告设计嘛。和广告设计啊？对。你说的广告设计是你出策划、创意，还是像刚才？我们小欧那样呢，说给人做图，能把那个设计变成一个方案，可视的方案，你是哪部分擅长？图和那个就是视频。金波做好准备，他为58同城专门设计了广告。我们来看一下，正在寻找广告。来，我们看一下屏幕。谢谢大家。这个设计很平淡啊。不，我想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我。好的。就是你刚才在说网上交友叫一往什么？一往情深。啊，一往情深。网上交友一往情深的时候，画面是一帮，注意，没有人脸，没身子，看不出性别，只能看到胳膊和一帮人正在捞羊肉呢。我可以说一下吗？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准备比较粗糙，比较就是紧，就是时间上比较紧。当时准备了多久？用了多少时间？准备了1天。能不能讲一讲你的设计思路？刚才那个广告你怎么想的？因为表现是一回事了，但你思路是怎样的？突然想起了一个一网打尽，主要想到一网打尽。我说对了，58同城他什么都有了呀，那咱们就按这个一网来说吧。比如说拍到你刚才说那个交友那儿，本来想拍那个，就是大家朋友们一块乐呵的这个场面，找不到，朋友们都忙上班。后来一看路过一个那个火锅店，正好有一家人在那吃饭，我说要不给人家录一下吧。幸亏您路过的不是澡堂子。差不多。咱不能路过什么，回头那您这来这交友，您再上个搓背的啊。就是，你自己评价一下你带来的这个视频啊，因为你知道你要找的这个职位叫广告设计，和广告设计有关。对对对。你知不知道刚才给我们看的那段视频只减分不加分？是。那你为什么要带他来？我就是想说，我用1天的时间，然后拍，然后后期剪辑，
然后后面后期制作只用一天的时间，我有这个能力。我想说，芳芳啊，我这个刚刚邵刚说的那个可真不是笑话。我觉得说他，你刚好经过火锅店，你就拍这个东西，创意跟随机性是两码事儿。啊，是。你刚刚一直在说，哎，我刚好想到一网打尽，这好像很随机，你反而就代表你没有一个创意，没有一个主感。我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的家乡？这是第一次。北京来的是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对，所以那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好的学习能力了，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待着，然后能做出刚才那个短片来，而且是很短的时间里。尽管你们大家都不喜欢，我也从来不上五八同城，可是我还觉得哎蛮好玩的。谢谢。好，我没上过五八同城哈，看了之后我还想上五八同城看看呢。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谢谢高总，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啊，那个婚宴是在那个我老婆他们那个小县城办的啊，后来他们也给整了一个录像，就那个县城那个摄影社给他，跟这风格特别像啊，我觉得特别符合五八同城的定位。其实说挺对，挺好的。金波，今天有那么多人夸你，别这样啊。广告的创意跟设计是两码事，在我们公司严格分开，两个大部门，说不定两个 VP 在管。嗯，所以说你到底要强调你的广告的创意能力，还是你广告的这个设计能力？设计，你这个是要强调你的设计是吧？如果说设计的话，我觉得很一般。还有是我这个对这个对各个方面，就是软件，还有是各个流程的熟悉程度，就是主要想体现这个，还有是咱的这个速度快啊，速度快。你再来上来自我介绍哈，你说如果你把我点燃，我将给你什么？我是烟火，烟花啊，展现最绚丽的光。但是烟花有几个特点哈，第一个短，对吧？一下就没了。第二个呢，虽然一下子绚烂，但是剩下来的是灰。对，比方你到了慕言那儿，什么是你那个绚烂的部分？然后你很快让他看到的那个灰是什么？这样我这样解释一下哈，在我眼里，这个烟花，它虽然它很短暂，但是它也是他的一生。很短暂，去他那儿三个月，展现一把。不是这样，我觉得人家是以整个历史观来看待这个事儿，整个人生就是一个烟花。对，谢谢，还有烟花，烟花这里，咱别说烟花的事了，不是烟花，别说烟花的事儿。假设我现在不知道，他越说我越晕，我越不知道他到底去一公司之后干嘛。我是一个多功能的，全面的人，就是员工。其实就像我刚才问你的，你展示你在职场中能展示的你的优势。你的优点，你能做什么？你擅长做什么？千万别把自己形容万金油，你真不知道。问题我真是。问他小声跟我说，问题我真是啊，就他真是个万金油。这第一份来北京的工作，对吧？对。想要找的第一份来北京的工作。对。月薪要求。月薪不能低于6000吧？不能低于6000。对。好。来，各位，我想最后一个问一下，因为你已经看过这个节目，你对台上老板都非常熟悉，你有没有你想去的公司？您说。实话实说。暴风。暴风影音。对。还有。陈总。哪个陈总？陈欧啊。对。啊，想去暴风影音，想去投奔王刚和陈欧。我问他一个问题啊。啊。我觉得你说实话，你要去一个公司做广告设计。不可能，在台上估计不会有人给你这个岗位。我觉得你蛮适合去一些中小的这个公司、传统企业，做他的 IT 支持的，就包括采购啊、维修啊、耗材啊，包括一些简单的网络的维护啊，你会不会拒绝？如果有这样的工作，我可以就是，做设计，然后是，就是比如说。哪里需要就是维修的时候，不，你别说那么多。真的，如果真的像金波说那样，我们也需要啊，就是 IT 支持，修个打印机，这个弄个什么网线，弄个无线网卡，弄这种事情，只能是这种事情。做不做？只能是这个。只做这个不做？不做，对不起。说实话，芳芳的立场挺坚定的。你别看上来之后嘻嘻哈哈，一会儿说自己万金油。但是在来北京求职这事儿上，芳芳挺认真的，就是要做广告，就是要做设计，其他的不做。你们谁愿意点这根烟花，请留下；不愿意点的，请离开。12位选择。谢谢。好，有一位留了下来，速八酒店，天生我有才。王刚，我想先问一下，因为你知道，芳芳，来这儿呢。
我特别敬佩芳芳，我真的实事求是的讲，芳芳以前没有任何在北京工作的经历，没有，第一次来，因为非你莫属，第一次来北京，不是来玩的，是来找工作来的，这份勇气真的挺值得我们敬佩的，值得我们鼓励，对吧？勇气值得我们鼓励。很多观众朋友也记得江涛，那大家会说，哇，江涛是蛮特立独行的，王刚你都会选择留下来，为什么芳芳你会选择离开？其实我也很佩服芳芳，以前其实主要是从事销售方面的一些工作哈，然后最后自己因为你热爱广告这个行业啊，其实愿意在广告这个行业里面做啊，但是从刚才我们从你展示的这些，不管是你的创意还是你的作品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行业好像离你还是很远。尽管你谈到你有这个志向，我觉得我更希望你有了一个更雄厚的一个基础或者更明确的一个定位以后，然后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谢谢王刚，谢谢王刚给芳芳的解释啊。这样真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八零后创业者在一个三线城市、二线城市做也挺好的，我觉得。其实我是很鼓励，很希望你能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八零后的一个风采。就做原来的那行。做原东西，而且说你真的可以把你的兴趣爱好宣传自己，因为说宣传自己为自己打工的时候，你动力是最大的。给别人打工的时候，好，会有其他东西限制你的发展。谢谢陈总，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建议。谢谢陈总，把你广告设计方面用在自己身上挺好的，好不好？但是没关系，速八酒店留下来了。徐昭提问。对，就是其实上一轮我没有找到机会提问，我对这种就是说没有受到任何其他理论或者这些概念干扰的话呢，我还想就是说看你从这种比较原生的状态里头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创意？那你给五八做了一个，那我现在想就是说，你如果是给，好比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酒店、大堂做这些设计的话，你有没有做过任何室内设计方面的东西？室内设计，有做过。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当时我没有，完全不是商业性的，是自己兴趣爱好。就是突然就是逛商场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家，就是挺好看的。就是记到脑子里面了，回了家以后打开软件吧，就是哎，慢慢的做的，就把他们那家给做出来了。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就是床上用品。床上用品。对，就是一个3D 效果。对。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就是3D。就是 3D Max 的软件。对。这软件是自己自学的。差不多老师带进门，然后是没好好上学，然后自己在那琢磨的。其实他，我第二轮问题问过以后，我发现他根本就没做过。是不是你想要的平面设计？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让徐昭做一个选择了。徐昭，现在因为只剩下速八一家，你现在需要表态，你是去还是留？如果你留下来，主动权将会转移到芳芳的手中。选择。谢谢大家。受打击吗？不受，不受打击，不受，千万别受打击。这是第一，第二，自己在那块开店挺好的。是。如果有一天，在当地，说芳芳开店开的挺有名气的，并且这个名气是，因为自己给自己代言，在当地把名气打出来的，那我们就特踏实。对。因为我们知道芳芳终于通过今天的节目，学会了怎么先从自己给自己做广告设计开始练手。好的，好不好？好的，谢谢你，芳芳。对，芳芳加油，加油，为自己代言，再来，加油。